认识的人千万别乱加好友。我看照片是帅哥，想说认识一下应该没关系吧。这些帅哥美女照很多都是从网络盗图，你可以把照片下载下来贴到 Google 图片，用以图搜图来比对看看。真的耶，居然找到一样的头贴，但身份却不一样。这些诈骗集团会在各种通讯软体、交友软体上用帅哥美女照片吸引被害人加入好友，等到建立一定的信任，就会将被害人引入诈骗投资平台，先给一些甜头，诱使被害人投注更多的资金，而最后就会人间蒸发，完全联络不上。这也太可恶了。再教你一招，如果你发现这类可疑的 LINE ID， 只要将 ID 名称回报给防诈达人，也可以过滤是否为诈骗账号。不过啊，最好还是不要乱加陌生人为好友，才不会落入诈骗陷阱。陌生好友别乱加，帅哥美女拢是假。善用防诈小撇步，做个聪明乐听人。